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先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时45分，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9月27日星期二，如因台风停止上班上课，10月3日星期一加开院会，于9月30日星期五及10月4日星期二视为一次院会。原定9月27日院会执咨询议程，顺延至10月3日星期一进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咨询。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明、廖国栋、李鸿钧、吴秉睿、徐永明、刘诗芳、王玉敏、江启臣。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无异，那我们就通过。105年9月26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各党团同意9月27日星期二，如因台风停止上班上课，10月3日星期一加开院会，以9月30日星期五及10月4日星期二视为一次院会。原定9月27日院会执咨询议程，顺延至10月3日星期一进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质询。报告院会现在继续进行预算报告之质询，请柯委员支援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我们请林权林院长。请林院长。柯委员好。是，院长好。我刚刚看到新闻，你刚从灾害应变中心回来，对不对？是的。跟我们报告一下，目前明天放假可能性大不大？目前台风的途径如果不变的话，应该是在明天应该会在暴风范围的笼罩。是，我们当然很希望台风最好不要来，不过你们默默祈祷，如果要来的话，是不是928来刚刚好？反正现在放假放那么乱，万一一来的话，每一季台风一来，搞不好把所有的民怨都给扫除了，会不会？明天台风如果来的话，如果928还有的话，那对我们不见得是好事情呢。是啦，不过我只是说，只是提示，因为目前为止大家对这个放假放成这个样子啊，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声音。那我们不管每一季会不会来，我想我们还是来这个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财务的这个总质询哦。我想这个行政院为了要帮这个经济找个出口，特别提出了所谓的五大创新产业，而且呢提出了121个子计划，大概总共编列了大概328亿左右。我想它这个利益纯粹就是要加速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转型，我想每个人都赋予非常高的一个期待，特别要看到底创在哪里，新在哪里。但是呢，本席发现它虽然有非常多的口号，可是里面在很多的评估、很多的细节方面呢，还是相当的空洞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在8月15号的新闻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创新转型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100亿的有关于旗舰计划，这是在7月26号的这个科技汇报里面就已经框列了。那我们立院的预算中心跟国发会要的这个资料的预算当中呢，显示是55亿7千多万，然后在科技部质询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是93.1亿，所以到底院长到底是框列了多少钱？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的混乱的，有100亿，有93.1亿，有55亿。
这个旗舰计划应该是接近100亿上下，但你刚刚讲这个部分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我是不是请那个国发会还是科技部来说明好吗？好，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请主委来稍微说明一下啊。不过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因为根据我们预算法的第34条的规定，你任何的重大的施政的方针跟公共建设的话，你都要提出所谓的成本效益分析，因为这是我们就有必要的。我想请问一下，不管它是多少钱，我们就暂时称它为旗舰计划的93.1亿好了，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个成本效益分析？这个部分应该是公共建设啦，就是叫是属于硬体建设的计划。没有，我觉得施政计划里面这100亿应该也算是重大的施政计划吧。这些重大其实因为它是个别的项目，通常我们做成本效益大概通常是以这硬体建设。所以你是告诉我说目前为止并没有成本效益分析的这样报告、它有别的分析，但不叫成本效益分析。好，那叫什么样的分析？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它是什么评估？应该会有一个评估的说明才对啊。我们请那个朱主席长说明一下。对，因为任何计划，即使它旗舰计划还没有很详细的细目的话，它要都要将来都要经过那个国发会的那个审议啊，审议完了以后，要才能够动资。是我了解，可是7月26号就已经开始攻略这个部分，而且就我的理解，以这个旗舰计划当中呢，9月底我们才会完全整个的申请程序要完成，几乎是到10月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哪些的计划会通过。可是呢，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具象的这个细节的计划，诚如你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东西提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动之。目前为止我们都完全没有看到10月开始审计划了。我还是本席还是强调，这是726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的部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比较细节的部分？这是本席目前为止要特别提出来的这么重大的一个100亿的计划。好好，我们请那个陈主委来说明。跟委员说明一下，那个委员讲的那可能是科技的计划的部分，科技部的计划的部分，这属于科技研发的这一部分。是我上个星期三在，所以这部分将来也会有细部的计划，那应该是现在都已经在审查当中了。对，所以我还是在审查当中，全部会定案。那我是不是可以请问一下，科技部有做出这样部分？因为我上个星期三在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执行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不晓得目前为止到底是如何，因为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100亿这是姿势体大，没有看到这个部分，我们怎么知道它对我们的这个成效到底如何？如果说完全没有的话，那这个部分你不能叫国会用空白来背书啊，这是完全不符合的嘛，不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了解？我们请杨部长来说明一下好吗？各位好，那个上次礼拜三的时候我就讲过了，科技计划要到9月底我们才整个各部的计划才会进来，我们10月底以前会审完，以后11月我会送到各委员里面去，包括这个93.1亿的计划的那个所有的细目，包括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我们的成效的，你的效益的评估还是需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词，整个效益的评估还是被需要的。这个部分可以做得到。对，疫情目标跟这个怎么去管考，我们都会把它提出来。其实我还是认为，从7月26号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这么重要的计划里面，真的是让我感觉有一点且战且走的感觉，好像某种程度是在用一个拼凑的方式。因为这个5+2，我们希望规划的好一点，以后大家提计划会提的比较集中，会就旗舰计划嘛。只剩下一个月。部长啊，只有一个月之内，一个月好，我们完全审慎的看院长好，希望我已经特别提出来这个。10月底以前，11月初就送给委员，跟委员说明。好，这边我还要特别的提到，我们就回到这个121亿的子121项的子计划当中哦。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其实本席特别条列的5个部分的例子来去看，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有关于矽谷的这里面的加速行动宽频服务的这个部分。这是在103年5月的时候，我们江宜桦院长的时候就已经是核定了。那它是在执行的期间是104年到106年。那当初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民进党的委员就曾经提出了这个部分的一个冻结，因为他们认为计划显得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用这个代收代付的方法来做一个处理。结果呢，今年106年应该是在这个预算上面应该是35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发现这个经济部、科技部还有客委会总共编了24亿，这跟原定的计划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属于修正计划吗？有没有属于核定的问号？这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你委员讲了，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去年的计划哈，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委员讲过，106年还在编嘛哈，所以我们现在是把所有各部会的计划还是收在一起来一起审查审查。我现在只是说，我现在只是说，本来106年应该是35亿，原本就是35亿，现在是编了24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我先提出，我把我整个的例子全部讲完，你再来综合回答。第二个有关于生技医药创新产业的这个部分里面有关于医卫生命科技的研究的计划，同样的，这是102年到105年，到105年12月底的时候，这个计划就应该已经完成了。那个时候呢，也是民进党立委也特别提出了部分的冻结，因为他们觉得也是写的不够清楚。可是今年呢，去还是编了15亿的多的经费，是怎么样？是表示我们过去3年它到底的成效是如何？是成效很好呢，我们继续延续呢，还是成效不好，我们还要继续再做？所以这个是延续型的计划，到底成效是如何？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一般这个国家型计划结束以后，最后一年、第二年结束以后的那一年，还会有一个退场机制的计划，就是桥接或是产业化的计划。所以你这个你这个新编的这个15亿部分是怎么样？是延续型的吗？是延续吗？延续型延。好，你说是延续。好了，我们再看第三个。我们现在全部把总盘点完之后，第三个是有关于这个绿能科技创新产业当中的能源国家型的计划。今年呢，我们大概是编了29亿元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我记得我们蔡总统在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呢，那时候他的智库的这个所谓的能源召集人，也是我们现在的吴正中委员政委啊，他特别提到的，这个能源计划第一期跟第二期已经耗尽了1000亿。这个产学研三者的链接基本上是非常糟糕的，是成效非常差的。可是今年我们还是看到又编了29亿，所以这到底是觉得千亿还不够，还编了29亿，是有新的做法吗？还是如何？那个能源国家型计划有2期，第一期大家检讨结果是不够好，但是第二期我们就把它改变成这个产业化的计划，其实第二期是应该是成效渐渐出来了哈。他本来国家型，我觉得你有必要跟吴政委好好再沟通一下，因为他过去是强烈的炮轰我们的能源计划，所以我今天看到29亿，因为已经耗尽1000亿，又编了29亿，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要充分质疑。好了，第四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绿能科技创新产业，这是我们有关于这个国家生技园区，这指的是中研院。这个中研院这个部分呢，其实在105年其实就已经核定了，只是因为它的工程严重的落后，到106年，所以今年我们又开始编了13亿。我只是说这是非常旧的计划，院长，我再只要呈现一个问题，这是创新产业的计划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属于延续型的，有些到底是新增的，有些哪些是一个部分，我们是否在这个部分当中又散布在很多的子计划，其实让本席再去兜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这个只是从这4-5个例子当中来显示，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产业的当中，它是有必要在这个条例的部分里面更加明确，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才有办法去做监督，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背书这点。所以我的因为这个样子，我就提出了几个重点，院长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强烈的要求这个五大创新产业有关于121项的分项计划当中，是否在我们这个预算的总预算的要这个做这个整个表决之前，能够很明确的告诉我哪些是属于当年的计划，哪些是属于延续型的计划，它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你的分期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核定的文号，可不可以一一的条列给我们很清楚的名列出来，否则我们其实很难从这个部分里面到底有没有重复编列，到底有没有叠床架，我们都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因为这些计划太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了。好，这个请朱主席长来说明哈。报告委员到那个创新产业5+2的那个，在106年度有462亿，那其中属于新兴的有313项，那313亿，对不起，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部分里面，我只是要求我这边的建议，每一个计划，请你条列的非常清楚，是当年度计划，是延续性计划，起讫，还有这个每一个部分条列告诉我，我只是本席最大的一个要求，因为我时间有限，可不可以？这点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好，我们就看看这个部分，否则还是一句话，立法院不会为这个空白的空洞的这个计划来做一个背书的这样的工作，这是我不断强烈要求的。好，我下面就要问他有关于我们的国训中心，我们今年我们可以说是奥运就烧出了一大堆的一个问题，奥运烧出了一大堆的问题，那很多人就质疑我们现在目前大家这个选手呢吃住最重要就是有关于这个运动园区，这过去15年来几乎15年来
这个过去 也被监察院所谓的纠正了两次，也被纠正了两次。那我们一方面都认为说体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也知道院长也曾经到这个国训中心去看了这些选手，也质证了加菜金。但是院长，我还是说，以院长的高度，这样的质证加菜金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些运动员他要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所谓的能够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的这个部分。我想请问一下，2020年我面临东京奥运，有没有可能给我们这些选手一个好的餐厅、好的住宿？不要忘记谢淑芙的父亲做这项贫民窟，还有非常多的国家型的教练也说这个真是惨不忍睹。那这个部分里面呢，有没有保证在2020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运动园区有条件的把它盖好？这个国训中心我去过，我的看法倒不认为它会像是一个贫民窟了啊。那么当然就是很多硬体设备需要去加强，这个我们都可以随时来检讨。那至于你所说的这个部分，就是是不是有修很久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我让教育部来做个说明好吗？是啊，我跟各位报告，国训中心它是有几级的工程，那当然一级里面呢、啊，确实有延宕的，就是工期靶场的，然、啊、后这个因为有几次的。这些得标厂商啊，倒闭然后再离开哈、哦。那目前工程是顺利在，预计是希望在今年的十月啊，能够让宫西靶场的整个工程告个段落。好，那我现在就要问出来的，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我们现在预算书上面虽然写明，大家可以看到了，上年度国家运动园区的整体这个新设跟人才培育的计划已经编完，然后所列5亿的这样的经费如数减列。意思告诉我，明年的预算是零哎，院长，明年预算是零哎。如数减列通常就是那个计划执行完毕，就是在这个年度执行完毕，到下年度前执行完毕才。那你现在告诉我们，明年是没有任何经费的吗？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把这个经费弄出来的部分，看到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是这个部分哦，是编列的部分是零哦。对呀、啊，就是105年度，就是现在这个年度嘛，有编列预算嘛。没有106年的预算是零，因为全部减列。105年度执行完毕了，它就变成零了。那我们明年的预算呢？明年就看有没有新兴的其他计划。那部长，明年你有编造预算吗？为什么这个5亿之后这部分完全是减列？这是明年的预算嘞。它二期的部分就是刚才围那个图里面呢、啊，就是针对运动员的这个整个住宿的这个是属于在二期后面的工程哈、哦。那这部分呢、啊，我想会在它目前是在规划的。相关的阶段，所以我们没有编预算要来把这个方式做一个整治吗？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预算来做你刚刚所做的要做的所有的硬体跟软体的这些建设吗？是那个国训中心明年的经费还是成长的哈、哦，只是刚才我跟委员报告是它有分歧的概念。那如果为什么要分歧？其实这个东西是在马政府时代，其实我们认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议题，你应该好好的把它延续下去。我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你每次换了一个。行政院长，你要换了一个部分，你看过去15年都没有盖好，所以呢，这个每个人都是殷殷期盼。可是呢，每一次转换一个政权之后呢，很多的工程就会延宕。那延宕之后呢，到底到最后时候，你会发现一延又是3-4年，这在2020年之前是不可能去把它完成的。所以，我们如何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在发展体育，我们是如何对我们的体育选手是好的？从我们这个预算里面，你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政府要来振兴体育的决心。这是我本席特别要强烈质疑的。跟科研报，像您刚刚举这个例子来表讲，国家运动园区整体设新那个整体新设计划啊，这个部分应该在今年度执行完毕，106万执行完毕了，所以106万就没有了，就变成负的了啊，就。好，谢谢柯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管委员碧林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我们请行政院林院长。请林院长。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哈。本席因为时间有限哈，我就不再做什么前言，我直接谈几个问题哈。第一个，今天黄国昌委员在这里所提起的年终慰问金的问题，
我希望院长知道，就是年终违约金在2012年的时候，本席提出来请陈冲院长予以处理的时候，陈冲院长在当年的10月23号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那他所回应的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本席所提的提案，好，也就是说我们在退休俸20000元以下的，我们予以维持；因工伤残等等，好，弱势为工而死亡的遗嘱等等，我们也予以保留。那除此之外，当然后面的这个部分是本席加进去，哈。所以呢，我们是在当年的102年的12月份的时候，这个提案是本席所提。那么为什么会变成25000？哈，您看一下，2014年的时候变成25000，当时一说出来，各界议论纷纷。9月份的时候放宽年终慰问金的门槛，当时民进党籍的立法院多数的委员都认为这个涉及政策买票，因为2016年大选在即，也有可能是2015年年底投票，种种的考量，在2014年决定2015年的年终慰问金要发放的时候，提高到25000的时候，它被这样定位。即使是中时电子报的社论，我们看到它也是写政策买票，选举万岁，用这样来定义。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维持在25000，而不是恢复到20000的时候，本席要告诉院长还有总长，民进党的政府确实因为这件事情遭受到社会很大的责难，尤其是我们的支持者，对于我们维持25000恢复而不是以20000元的弱势跟原提案的这一点，我相信整个的民意你们也听到了。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在立法院最后审预算的时候，我们又再度必须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时代力量的黄国昌委员等等，他们会提出来要我们维持20000元的这一个门槛。而本席也因为原始的提案是我，所以本席会希望维持原案，这是我必须要一以贯之的立场。那本席希望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你们要做好准备，让立法院在预算讨论的时候知道这20000到25000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当初认定，因为其实社会上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劳保年金有没有办法领到20000块？有没有办法领到20000块？所以以20000元作为门槛，在当时其实是一个社会共识。而25000在当时出现的时候，它是被这样的理解，好，好不好？好，所以这一点我想，谢谢管委员指教。施总长您这边要负很大的责任，好。那本席比较希望的是，我们暂时还是维持原来的提案，然后在年金改革的时候一起总体再来做一个完整的配套，好不好？好，谢谢管委员指教。我想，我们会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管委员参考啊。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谈的，因为台风又要来临了，我要知道的是，在莫兰蒂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造成高雄港非常重大的损害，在这个损害当中，相关的部门，包括渔业的农委会，包括商港的交通部，我们做了多少的检讨，我们在未来要做什么样的因应。由于本席在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从第一时间台风夜最恶夜的当天晚上，就跟港务长随时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从船只的漂流一直到今天为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检讨，我全程监控。所以本席在这里要让院长跟部长知道，有很多的细节我说出来你们才会了解，我必须去说这些细节，而供我们未来在检讨的方向的时候做一个基准。你看看这个伤害有多大，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几艘都是渔船，他们目前搁浅，总共有4艘渔船漂流，还有风鸣轮的漂流，还有8艘加一，也就是台华轮加上8艘的断缆，其中有商船加起来是10艘，渔船加起来是4艘，而渔船当中有搁浅总共4艘，最后是漂流总共4艘，其中2艘搁浅，那目前都还没有移除。我们最新要求是要在10月8号以前一定要移除完毕。来，本席让大家看，首先我们先看这四艘，
总共是995吨到1416吨，是大渔船。这几艘大渔船的漂流最主要的原因是断缆，断缆，断缆总共有14艘，商船包括风鸣轮10艘，渔船4艘。我们先说商船，商船的部分，部长，商船的部分，我要求缆绳，这些缆绳我们目前没有纳入航港局 PSC， 也就是港口博管制时候没有纳入作为检查时候，作为检查时候的项目。我们没有要求船只当中的老旧的这些缆绳应该要适度的汰换，这个部分立刻要责成航港局给予纳入，好不好？好，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渔船的部分。好，渔船的部分，对，刚刚商港的部分我们知道哈，这个断缆是非常严重，总共有10艘嘛，其中风鸣轮呢，因为它是一个物件，它是建造中的船只，所以它漂流非常的严重。但是其实有一艘差一点也漂流，那个是台华轮，台华轮的缆绳也断到只剩下一根缆绳，而这一条缆绳好在航港局的拖船有顶住它，所以台华轮没有漂流。但是其他的8艘，他们断缆之后，由于他们有依商港法的处置，所以断缆之后呢，我们渔港高雄港的拖船有给予它顶住，所以他们没有漂流，这是属于商港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渔港，渔港的这前镇渔港这4艘漂流的船只，我们来看最严重的168，也就是永兴发168，它是一个重达1416吨的船。这是远洋渔船，这4艘都是美式围网船，都是远洋渔船，都是大船。我们以168永兴168为例，船上呢有人，但是2个人，只留轮机长，没有船长，没有大副。所以发生了几个状况是细节，我要讲的是这个细节。譬如说高雄港最后港务长决定，因为渔船上面有人，所以要赶快去救渔船。好，风鸣轮呢，他们顾不及，因为渔船上面总共加起来22个人，所以呢，他们要去顾渔船。结果通讯是什么？是用大哥大通讯。为什么？应该用什么通讯？他们在问你船飘到哪里了，飘到哪里了？用大哥大通讯的时候，受到很严重的干扰，就找了很久。没办法有人去开 GPS， 也没有大副，也没有船长，而且当时只有轮机长，他顾着轮机。可是如果有船长，如果有大副，他们有人手，他们懂得操作，他们会怎样？他们会开大车，他们会下双锚。没有办法有人去开 GPS， 没有人可以下双锚，没有人可以开大车。这就是这4艘渔船漂流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一个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改？贺部长知道商港法有规定，船舶如果停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停留，船上的人力应该做什么样的配置。我们看一下商港法，商港法18条以及商港港务管理规则第14条加起来很简单，商港港域之内的船舶的停留，船上应该要船长依规定一定要有足以操纵船舶航行及应付紧急事变之能力，最少要有1/3的船员分别驻守轮机跟舱面，而且要有甲级船员负责必变足以操纵船舶航行及应付紧急事变之能力。商港法有规定，某种程度来讲没有完全落实啦，其实也没有完全落实啦。好，但是大部分来讲是有落实的。好，大部分来讲是有落实的。包委员是不是补充一句，就是你讲的完全正确，不过这一次造成这个大的事故，这个风鸣轮你晓得它是很有交通，对，因为它不是船舶，没有错，然后因此它所以我说
它没有这个叫做压舱水，是，所以使得它变成船是浮潜，而且它也没有办法，而且它也没有办法启动，对，所以整个事情是上车，在一个比较刚好是一个特别的状况，这个我了解，这个以后我们会来要求。所以这个部分，将来哈要如何的，其实台船说实在的，这个缆绳他们说总共几十条啦，好，但是无论如何，缆绳老旧的问题哈，部长。我还是希望航港局要处理。那我现在要谈的是市长，我们希望哈陈市长，您知道啊，陈副主委，我们在渔港法的时候要修。好，渔港法比照商港法，大型的渔船停泊的时候应该如何留守？应该如何让这个船有足以应付紧急应变的能力？这是我们法令要修的地方，赶快去做。好，本席也会提案，但是我要你的做的是比照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我们在这一两天已经发函给我们所属管辖所有的渔港渔会，要求他们比照商港法来处理未来梅居台风来临的时候所停留的船舶应该要有的留守人力了。高雄市已经发出去公文了，我希望农委会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县市，有渔港的，有大型远洋渔船的，应该也要比照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赶快通函他们预做准备，好不好？好，这个非常的重要。谢谢院长，您也下去看过了，触目惊心，国家所遭遇到的损失10亿以上之外，民间人民财产的损失也非常的重大，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接下来院长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本席要来谈萧小玲老师的事件。为什么我要谈？因为本席关心教师权益的保障，其来有志。本席曾经处理过的就是我们高雄市一位徐姓的老师，他有类似的案情，他曾经在检举校长性骚扰之后，被校长不断解聘，从民国81年到民国85年。被解聘了4年，但是他经过申诉之后有获得平反，校长最后也被证明是有性骚扰的事证。可是徐淑妹老师希望这4年的年资予以恢复，甚至于在退休的时候要计算进去退休的年资。民事诉讼失败，三审定验不可以，因为你事实上你根本没有教书。行政诉讼也失败，行政诉讼也说不可以计算年资。可是本席当时有启动修法，本席认为这是侵害人权事件，要比照国际法上面对于侵害人权罪行我们应有的处置方向，就是平反恢复原状。所以本席曾经修在教师退辅条例里面，去让如果申诉获得平反的老师，他可以取得年资。我要告诉两位，徐姓教师最后不但年资有取得，他连薪水也取得，连当时以平均甲等的考绩奖金也取得。这就是人权侵害事件本席曾经举过的例子。以这样的例子我们来看萧小玲老师，他的差别只在一个，跟徐姓老师差别只在一个，就是他的申诉也没有获得平反，可是监察院的调查给予他平反，意义是一样的。院长、部长，甚至于法务部，我要来给你们看一下，台北市政府给法务部的函，请教法务部解释的时候，法务部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恢复他，如果要给他撤销解聘的话，我们不表示意见，这个个案你们自己本于职责，你们自己去认定。院长，如果监察院的纠正报告不能够让各级政府就被纠正事件重新审视，而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17条给予纠正的话，那我们要监察院干什么？监察院的纠正报告纠正了，你就可以重新审视，你就可以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条给予已经完成行政处分的事件，给予他重新得撤销处分。
好，谢谢管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德福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林院长，还有行政院的团队，是不是请林院长？请林院长。林委员好。林院长好，我请教你哦，有关于这个台英，关于这个引渡林克颖啊，这个备忘录啊，于102年10月16日就签署生效。那一直到今天林克颖未能顺利的引渡回台来服刑那败诉的原因竟然是英国法院认为说台湾的监狱条件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一个标准。那本席认为这种败诉理由举国上下都非常的失望那林克颖他是一个个案，要让英国法院知道我国政府会用个案来处理林克颖服刑的问题那法务部矫正署像花莲的自强外狱，因为风景优美那管理自由度高，成为受刑人最向往的这个服刑地点甚至林克颖要是来回台服刑的话，生病的话还可以转至像陈水扁前总统服刑过的这个台中培德监狱。那本席要求行政院应全力上诉，针对林克颖个案来提出最好的服刑监狱条件，引渡回台来实现司法正义。院长您的看法呢？谢谢林委员指教。这个部分其实我的了解，我们确实有跟这个在英国诉讼的过程中间，我们有提供类似的立场跟说法那么我的了解，事实上法务部也是在以上诉的方式来处理这事。那要是以个案来处理，你认为我们会不会继续的来这个要求一定要回台来服刑？是的，这个就是有需要的话，我们请次长来说明一下好吗？跟委员报告，我有关于林克颖案呢，那我们在之前已经跟英国法，就是透过英国检察官、苏格兰检察官已经跟英国也表明过，我们也请专家证人到英国去作证过。那我们也把北间有一个比较大的房间，类似这种的，我们说虽然这个我们的整体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我们有个案上跟委员所提的个案上，我们会有提供比较宽敞的他那个房舍应该可以符合这个欧洲的这个要求。那林院长，你有没有决心说我们会继续要求一定要引渡回来？我们当然我们会尽全力来处理。好，包括我们这两天呢也在加班提供资料，把他判决书拿来看，那也提供英国检察官、苏格兰检察官能够提起上诉。好，谢谢。我再继续请教2016年联合国世界毒品报告指出，最广泛种植的毒品作物与全世界这个贩毒最多的毒品，院长你知道是哪一种毒品吗？我不清楚。我告诉你，是大麻。海关今年8月查获大麻案，竟比去年的同期多了7.67倍。大麻查获105年，已累计差不多有34.1公斤。目前在我们台湾，差不多一公克大麻差不多有800到1500的这个价钱那最近又有艺人吸大麻被抓到那让大麻问题在台湾社会又被关注那日前有5274位的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平台上面提议建请政府将二级毒品的大麻降为3级毒品，只用罚钱不用坐牢那请问林院长，法务部与卫福部是否将在今年10月中旬来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把这个大麻改列降为3级毒品？这部分是你的看法呢？是不是这部分请那个次长来澄清一下？跟委报告，没有这一回事，嘿，没有这回事因为本席看到这个法务部调查局106年用于毒品犯罪防治的经费只有3100万，那并没有比105年度
增加更多。那政府扫毒的决心与立场是否会因此而动摇？不会，我想我们这个那个扫毒和防毒这个部分啊，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重点。好，那么当然这个为什么这个药引收容这个部分的这个预算啊，会比去年度减少，还是有其他的这个补强措施？我想我们可以请法务部再提供具体资料跟。我是认为说这方面哦，你看只要毒患，几乎现在社会所有的治安问题，都是这些吸毒患哦。你不管抢超商、抢银行，甚至于这个在家里发生暴力等等，都跟毒品绝对都是牵扯上关系。所以说，我认为你看最近那个菲律宾啊，那个总统，你看他这样的操作，他这样的做法，举国上下都非常认同，甚至于外国要去干涉，都没有什么立场。哦，我认为说在毒品这方面，我们应该要严厉的来做一些规范跟惩处，你看完了？谢谢林委指教，这个部分也是我从520来之后，我们谈了几次的那个治安汇报啊。那么甚至于我们有防毒的会议，我们都把这个当成一个重点。那么也要求啊，就是大家能够从根源来着手啊，不只是在这个防范毒品的这个查缉部分。因为这个是真的很严重，你看，几乎这些烟毒犯都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那个可以说。回流率啊，是的，非常的高，我看有7-8%以上。市长几成？回流大概有30%。回流只有30%而已吗？对，我看不止吧。我讲是针对吸毒的部分啊。那现在我们在加强中，事实上毒品防治是行政院林院长以前非常重视的这个这一款经费并没有减少，是由其他的预算来做处理。主计总处也对我们这个很支持。我是希望在这方面要多加强，哦，去弃毒查毒，从根源去把它断绝。像我们其实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避免年轻人染毒了啊。那所以这个校园的工作，以及校外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场所，我们都其实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努力。好，那个陈市长你请回去哈。那个林院长，我再请教你哈。现在年轻人力不愿意回农村啊，究竟是工作太辛苦，还是薪水不够啊？究竟这些农村要继续走劳力密集的产业发展，还是要走农业机械产业的升级？这个部分农村当然是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改变了啊。那么现在最主要问题就是第一要有土地啊，就因为很多农村，假设农民想要去，他没有足够的土地或没有可以选择土地的话，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嘛。啊，我们还是要希望能够就这个部分做一些整合。因为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就是有一些属于现代化的一些农作的方式啊的一些设备或点点等等，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农委会有一个整体计划。那个林院长，我请教你，因为农友哈，其实他们都抱怨说政府补助这些农业机械，其中有一项限制是未曾引进、见都没有见过的这些农机，那农民这个又怎么知道在台湾好不好用？那其实像这些问题哈。农业机械的这个采购是不是只有光靠农民自己引进来研究？我认为行政院农委会、农业试验所以及各大专院校的这些研究机构都要想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农友，哦，找出适合台湾聪明省力的这些农业生产采购的机械，你认不认同？我同意那个这部分是不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请那个陈副主委来说明一下好吗？跟委员报告，其实院长已经有指示农委会，未来明年的科技计划的预算，我们会投入大笔的经费研发我们台湾自己本土所需要的农业机械。最重要，你就是农事所，包括这个大专院校这些这个研究机构，他们要操作过、使用过，认为好用，能够引进给我们的农民。是完全同意，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正在往这个方向规划。我认为这个要调整啊，不是一成不变。你说让农友他没有使用过，也没有引进过，他怎么知道会怎么使用？对不对？那你像那个台南水莲农缺工，各地农村普遍都有缺工的现象，有钱也请不到人。那请问林院长，在何种情况下您会考虑放宽这些农业外劳的申请？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我是不是请陈副主委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其实要不要开放农业外劳，
它有正面跟负面，完全同意委员所提到的，农业目前在整个各个地区有严重的缺工问题，尤其是像它的缺工有两种，一种就是所谓季节性，像比如说在采水果或者是茶叶，另外一种是长期性，就是因为我到乡下，我看到那些采茶叶的，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农业很多的所得的收入，它有一部分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零工来赚取，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新住民，他们也是组了团队在解决这样的缺工，所以农委会这边有一个完整的解决缺工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以乡镇为地区的一个劳务平台，那我们也同样的来引进，比如说那个大学院校的相关的年轻投入这样的一个。院长，这是当下的问题，要立即解决啊！这个没有迂回啊，存在很久了，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跟委员报告，如果我们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那还是没办法解决缺工的问题，我们才会慎重考虑外劳要不要引进。但是如果外劳引进的，还是要达到所谓的不要违反补充性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要影响我们的工资，不要影响我们的店长。反正这个事情就存在在当下，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好的，好，那另外我再请教哈，那个我想预算和总统政见是否能够落实是息息相关哦。那本席请助理查了一下，国花会啊的网站上却没有办法找到蔡英文总统的政见，那。林院长，你在这个105年5月26日行政院院会上面要求国发会针对蔡总统的政见定期啊，这个追踪考核，到今天为止刚好4个月，哦，请问院长，国发会为何还没有把蔡英文总统的政见公布在网上？哦，那这个政见到底有没有落实？状况怎么样？这个哪时候可以上网公布？这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么确实，您刚刚讲，如果是整体的竞选时候的政见是没有完整的公布了啊。不过如果有是在实施中的一些计划，应该都有在公布。我们再来检视，好不好？我想哦，这个院长您的指示，这个国发会都没有去落实哦。那我想对林院长你指示的，那会让民众感觉说林院长。你的诚信跟执行力在上面是给你打问号的。跟林委员特别说明一下，那么其实，总统的政见里面，如果是属于财经方面的，比如讲说像五大研发计划等等这个部分呢，只要是属于各部会主管的，他们都应该要说明，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么当然国发会它是有其中有一些不见得一定都是在属于国发会，因为国发会它还是有一些东西在别的部会业务了啊。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不能够有单一个部会能够把它全部弄出来，这个也许是事实。那个你自己去上网去了解看看。哦，来，我再继续请教。我想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由出口、投资、消费组成。那眼前啊，出口与内需啊是不足的。美国商会更指出，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台湾落后在亚洲各国。哦。我们是垫底啊，哦，那请问林院长，政府在投资台湾这一项目，请您说明106年政府预算用于塑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产业的这个诱因，吸引台商回台外商投资的这个计划和预算规模，您的看法呢？吸引这个。外商或台商能够来台湾投资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有一些计划，但这计划未必见得是以预算的方式来表示了啊。那么，这个部分其实经济部它的投资业务处或是它的这个工业局，他们都各有不同的分工，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完全能够了解。我们现在是垫底的啦，我希望说林院长在这方面，尤其你看你任何的投资土地、人工，哦。水电，我想这是基本的，哦，我想这些不管是台商也好，外商也好，要进来，这些都是基本的，哦。林院长，我们希望不只是您刚刚所提到的土地、水电呐，我们希望所有的法规点点等等，我们能处理的部分，都一定要去好好配合，好不好？好的。来，最后一条，主计总处预估106年经济成长率1.88%，那国泰金预估10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1.2%。
那我想过去民进党批评主计总处说多次下修经济成长的预测，那请问林院长，你对106年度经济成长率是否过于乐观？会不会比主计处预估出来的坏还是好？目前这个主计处的估计哦，1.88哦，对，我觉得是应该是因为它是相对今年是略微成长嘛，所以看起来应该才好，没有说是大幅度成长倒没有了，因为今年应该是1.2几嘛。1.2几，对啊，那个国泰金也是1.2%，主计处估1.88，今年就已经有1.2几了，那明年会比今年应该是要好，很多国家估计，但是个趋势。谢谢林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邱委员自委质询，询答时间15分钟。好，谢谢院长，有请林权院长，还有请林院长会张主委、侨委会吴委员长。好，请张主委。邱委员好。那个院长好哈，那个陆委会，你知道一年度的预算大概多少钱吗？陆委会预算啊，这个可能要请张主委来说。大概不到10亿，大概9亿多哈。那当然主要分到法政处、经济处跟一般行政，一般行政大概就占了一半哈。那主要业务大概法政、经济，当时港澳，港澳的部分哦，大概有1亿，大概7-8千万左右。好，主委如果说错了，你可以说哈，在1亿8千万左右，大概占了20%了哈。那当然这个港澳处代表对香港的联系、交流、沟通、谈判的机制嘛哈。那这个部分往年我们都大概跟香港的这个互动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哈。那520之后，特别从8月开始啊，本席就经历到这个香港政府对新政府的不友善啊，特别对执政党委员哈。我的例子是这样子，大概8月初我从南非回来到香港转机，我当然不是去香港，单纯从香港转机。那转机当然遇到台风，那台风当然是要去躲台风，那航空公司就会帮你申请紧急签证。所有的转机旅客都没有香港入境签证，因为都不是入境香港，他们都要转机的。那一天大概10几班这个航班全部取消，大概2000多人都没有签证，都顺利在航空公司安排之下，都入境香港，在这个饭店躲台风避难休息。只有我等了很久，等3个小时，然后航空公司告诉我啊，这个邱先生很抱歉，香港政府说不能给你签证，你必须留在这个机场，我会给你一条毛毯。所以我在这个香港机场就过了22个小时。啊，问他什么原因，我说我不是入境香港，其他人也没有这个香港签证，他们为什么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我就很纳闷啊。但我觉得没办法，同样的问题我另外的同事郭正亮还有这个余婉如两位立委，他们也到香港，不管是参加研讨会或者是这个跟政治无涉的相关的这个讨论会，也都没有办法取得签证。我想请教院长或者请教主委是什么原因。另外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港澳处跟港府的联系机制还正常吗？陆委会的官员到香港的签证还可以顺利取得吗？如果你主委你要去港澳处视察业务，你去香港，你能够顺利取得签证吗？这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院长或者请主委回答。那个，请张主委来说明一下。好，主委，好吗？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跟郭正亮、余婉如都不能入境香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况。也请这个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办事机构去跟香港政府去接洽、去交涉，那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还要来继续来努力。我们认为香港这个已经不是个案，这已经变成通案，就可所有可能，我认为啦，执政党的这个委员都没有办法入境香港，变成逢绿必挡，逢绿必杀。
所以对两岸关系的互动，你连这个沟通协调，你连让我们进去，不管是任何理由，紧急避难也好，学术讨论也好，跟政治无涉的，你都不能让我们入境，那两岸如何去沟通？两岸如何去协商呢？那你觉得目前陆委会能够做什么？委员说的非常好，我们对香港政府的做法，我们非常的不满意。我们继续不能表示不满意，你没有具体的作为。我请教您，您如果要去香港视察这个港澳处的业务，您能不能顺利取得签证？我没有办法取得签证。那其他，比方说副主委呢？恐怕也会有问题。那办事层级的科长？大概处长应该是可以的。港澳处的处长。对，但是我们认为香港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做法。这个问题我也知道非常不好嘛。而且不应该受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说，当然背后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以政治为前提啊，封杀你所有入港的这个目的跟需求啊，即便是我受到这个所谓这个台风的因素，必须进去紧急避难。那天晚上，全香港机场大概只有100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两岸关系，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试出最大的善意的。他连这种理由，基于人道，基于紧急避难，都不能让我们入境，我觉得是非常遗憾。那同样的问题，如果要入境澳门可以吗？澳门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委员有这样的意思，那个主委不能说不知道了哈。港澳处业务这个编了将近2亿，占你们这个陆委会的预算将近20%呢，20%，所以港澳的状况你要非常掌握啊。的确，我们觉得香港政府它完全是受到这个北京政府的一个指令。所以对于我们相关的委员采取这么样不友好的一个态度，我们认为港府是一个傀儡，背后在决策在操纵的还是北京嘛。是的。那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在澳门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澳门的话就是说要有实际的例子以后我们来不是完完全全的相同，你现在还没办法掌握。我们尽量，如果委员有这样的行程的话，我们会不不应该我本席提出之后，你才去重视这个问题。你要去了解，因为港澳都有很多我国的国人到港澳，不管是这个投资、洽商或者是观光旅游，在所有国民在那边的港澳的人身安全，所有的权益都应该政府要来保障他们。是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你要非常积极去了解港府跟这个澳门政府相关对台的政策。要不能矮化我们主权，要确保国人权益。好，另外问题要请教这个委员长哈。是，今天22届全球台商会总统也出席哈。总统有3项的期许，期许这个台商会扮演哪3项的重要的角色，您知道吗？是我早上有在现场，我也看到了。那么总统希望我们的全球的台商来协助政府推动这一个外交工作，在主流社会能够跟主流社会能够对话接轨。那第二，那么总统也希望我们全球的台商能帮助我们政府来推动新南向政策，来共同寻找可能不够精确啊！哈，我告诉你，这个是总统3项才是很清楚也很明确。第一个，让世界看到台湾，5大洲每一个国家最基本上都有台商在那边。他们代表台湾在外面，在外面的这个能量，在国际社会的能量跟能见度，是台湾人创业精神，我觉得在世界各国都受到肯定的。很多紧急救难、紧急协助，我们没有外国的地方都要依靠台商。对，所以他们发挥的影响力就是让世界可以看见台湾。第二个，就深化产业合作，就透过各地或者各州的台商会跟当地国政府来协助我们的政府来推动，比方说 ECA 或者 FTA 或者相关的投资保障协定，需要在地的这个台商来协助我们驻处。是，好，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吸引外资来台。当然，所有的台商在那边大概就是落地生根很久了，所以在那边进一段时间，让了解当地的产业的动态。所以来吸引这个侨外资来台湾投资，侨商也扮演，台商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总统有3项期许，是简单又明确。
我希望你们的预算要反映出来，一年这个侨委会编多少预算？我们106年度，我们大概也编了13亿的预算。13亿啊，比去年前年都少，今年少了1000，缴了1000万，少了1000万嘛？不止，不止，今年大概少了这个5000多万。哦，5500万，我看错数字了，今年少了5500万。是，所以你如果重视台商的话，你的预算不应该减少，反而要增加。另外，对服务台商的部分，请台商要互动、要协调，需要台商。那当然，本国政府，我们政府要跟他们多保持联系嘛。是。好，台商的经费是编列到侨商处，侨商处今年编多少钱？也编了9000万，比去年少了1000万。因为跟委员报告，你没有资源，你怎么去打仗？所以我这部分，我想你已经尽你的能力去争取资源。我也期许在实际上的作为，你要到各大洲去关心，或者是让每一个国家去关心所有台商，他们需要什么需求。我们同时也告诉他们，我们政府需要他们什么样的协助。是，委员长，你一个人力量可能也不够，也需要说这个院长，你如果工余之暇，你还有时间，你可以在东南亚，你可以视察这个台商。或者是这个跟台商联谊这种名义到东南亚国家或其他州的这个台商协会，你可以去主动、去积极、去关心他们。是，院长，拿出实际行为，而不是说有这个侨委会一年编不到1亿的预算，有没有策进的作为啦，院长？好的，我想那个预算的部分啊，因为确实是因为整个的预算规模啊几乎没有成长的关系啊，我们很难就是有大幅度增加经费在每个部会，但是我们希望每个部会的在稀有的预算呢都能够把它做到最有效率的使用啊。那么您刚刚所关心的有关的跟台商的联系等等，那这个部分我会来特别来注意啊，看看是不是我们还有做的可以做的更多的部分。那至于说是访问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复杂啊，所以目前我还不能够跟您承诺说你要努力去突破看看了哈，主动去关心。好的，这也是一个这个行政院走出这个台湾，然后关心台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另外这个想到这个香港或者是杜拜或者新加坡，为什么他们在区域经济里面，他们的这个经济成长或经济表现能够独占鳌头？为什么他们竞争力会提升？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刚刚讲的每个地方不一样了。以香港来看的话，因为它是过去它比较侧重的还是在一个有点像自由，就是一个没有关税、没有就是自己进出自由各方面来说是比较开放的地方。那么它是开放嘛？您讲到一个重点，就开放。新加坡也是如此，杜拜也是如此。它区域经济里面，他们是最开放的经济体，所以他们用开放，然后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货币政策，不管是你在美国、你在这个欧盟、你在台湾，货币政策它刺激经济成长的这个能量已经逐渐递减，边际效益递减很严重啊。所以你除了货币政策之外，你还有财政政策。所以你有没有思考，你在这个平衡财政之前，是不是让整个经济先活过来？先活过来之后，有水进来之后，再慢慢逐步去把这个财政做一些平衡。那你现在好像我给外界的感觉，你首要之务就是要平衡财政，平衡财政之后再来思考如何提升动能来刺激台湾经济。这个邱委员，如果您讲的是开放是指税收的降低啊、哦，降低税率的，我没有税收降低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增加公共建设投资嘛，公路建设、捷运的建设。当然，如果你现在这个银行存在这个央行的这个资金大概有多少钱？大概到7兆，在海外投资有35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数字？就是因为国内投资环境不振嘛，国内环境投资环境不佳，所以民间企业不愿意在台湾投资嘛。那你今年编列改善投资环境的预算只有20亿。20亿杯水车薪、啊，你没有办法有效提升那个投资环境。所以公共建设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啊。国发会一年1000多亿公共建设，啊，这都应该可以视为是改善投资环境。不过您刚刚讲的这些基础建设等等啊，其实行政院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要求各部会啊去检讨。
那么所以公共建设的部分呢，因为很多公共建设啊，它需要涉及到一些很好的规划，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很多公共建设其实是浪费的，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希望把好的规划出来之后呢，我们当然会来检讨，而且有必要的时候呢，绝对是可以加强。这个公共建设只要是该有的基础建设，不会受到预算限制的影响。这个部分我已经一再次对外说明过。这个是紧急关键的时刻了哈。是的，但是不能再从长计议的哈。对，很多过去的成功经验，比方说六七十年代，我们通过十项建设增加这个公共建设投资，来提升我国的经济成长率到7%到8%。我们最担心是过去政府有几次提振公共投资啊，所以要求建设都是那些已经是根本就是被淘汰或是在不好的建设计划，从抽屉里面拿出来马上做，这是有危险的。所以所有的建设啊，其实好的规划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有规划出来之后能够尽快来推动啊。这个部分我已经在几个月前就有要求。我觉得院长您这个太多的担心，我觉得我期许有更多的魄力的哈，魄力就是依靠你的这个决策来让公共政策来推动。来提振国内的这个投资的能量，如果市部门投资不足，让公部门透过这个公共建设来投资，我觉得是可行的。当然，这个公共建设部分，我们基础建设部分，我已经一再有提出来啊，就是希望各部会去检讨，特别是交通部的一些基础建设的部分，你这个资源也要南向，在国内南向，不能只有在北部或者北部的都会区，很多的公共建设、基础建设都需要把政府的资源。好，谢谢邱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好，谢谢主席。我们能请一下我们林院长，请林院长。好，院长好。陈委员好。好，本席呢今天就针对20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编制经过来进行质询哈。那我们看下一章。那首先呢，本席想针对总统府新设置的这个任务编组的这些委员会跟行政院下面设的委员会，好，这个有没有叠床架屋，好，的情况来进行质询哈。我们知道说，那个蔡总统上台了之后呢，他新设了新南向政策办公室、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还有司法改革的这个委员会哈啊，所以这些委员会新设置的呢，总共有800多万里面，那所以除起来，平均每一个委员会大概要花147万。好，请放下一张。那行政院呢？行政院其实常态性的委员会有6个，临时性的有56个。好，有这么多的委员会，那但是呢，行政院的所有的这个年度这个委员会的预算的编列呢，甚至可以高达到1亿8000多万元。哈，那所以呢，平均每个委员会是比较高的哈，到330万。哈，是比我们蔡总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花费是比较高，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性质方面，请放下一张。可以看到说，其实行政院的委员会跟蔡总统的委员会有一些其实是可能在任务功能上面有一些雷同，或者是有执掌是可能有重复的地方哈。举例子来讲，像行政院有个国家资通安全汇报，那总统府有个国家安全会议、国家资通安全指导小组。一样的人权保障推动小组，总统府有一个人权的咨询委员会，甚至原住民的部分呢，行政院有一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推动委员会，但是在总统府也有一个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的委员会。那本席也知道说，可能总统府的功能是比较在咨询，行政院的可能是在推动，但是呢，还是希望院长呢能够针对这个部分，好，请放下一张，是不是可以哈来全面检讨一下，尤其对于这个功能上面可能有重叠的部分哈。那如果是任务编组的话，是不是重叠的部分，当然可能不需要到裁撤，但是至少人员的名单好不要重复太多，好，否则这样子的就有点叠床架屋了哈。那另外呢，是不是可以3个月内给本席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可以吗？
可以，不，我在这边也是特别跟陈委员特别补充说明啊，就是那个基本上来说呢，总统府它，诚如您刚讲的，它是一个咨询的会议，比如讲说像刚刚讲的治安啊，因为它的国安会下的本来就会有这个功能在，是，那它开会的时候呢，当然也是会跟啊行政院这边有些是会有一些意见交换。那至于行政院下面的这些功能编组的一些委员会呢，通常它是为了协调，有的时候是因为受到各部会的部分本席同意了，不过就是为了防弊，还是希望能够有个检讨，否则这么多的委员会，行政院已经有62个委员会，常设的有6个，然后一方任务编组有56个，总有62个委员会了。好，下一张。好，那另外在本席这边反而要谈的其实是总统府。之前其实是有一个任务编组的针对中研院的计划以及预算的一个委员会，但是呢在这100年以前其实是有这个审查的机制的，所以中研院的整体的预算的编列之后要送到总统府，总统府会邀请国科会这边协助派5-6个委员来做审查，审查完了之后才会从国科会再送立法院 来这样子，然后到这个审计部。好，下一张。可是100年之后啊，就在那个时候啊，朱金一在当国科会的主委的时候，翁启惠院长有跟他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不要再这样子弄，反正每次审查都是流于形式，反正全部的预算都是通通过关，就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再查。所以之后呢，其实就不再有这个委员会在总统府这边来做审查。所以本席觉得啦，因为过去这1年多来大家也看到中研院的预算还有中研院的很多的行政的处理的流程其实是需要检讨需要把关，所以本席是建议了，是不是主计长这边是我们这个朱泽民主计总长，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谈的就是一个编制经过的质询嘛，所以在编制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啦。换句话说，不要再想说会流于形式，也不要担心说中研院的东西总统府没人敢管，没有专业可以管，当然可以管，因为过去本来就是可以请委员来审查的嘛，更不要讲说我觉得啦，科技是一体的，尤其是我们的科技部应该是要有那个高度，应该要了解中研院在做些什么研究，所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应该要有科技部的代表，甚至我们建议科技部的次长或者是部长应该要亲自主持这个会议，否则的状况会发生说中研院申请的东西我们做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科技部都不知道，然后呢常常东西叠床架屋。好，所以本席这边是建议了，至少从主计处这边应该是可以要求程序上面一定要走经过总统府，总统府这边也应该要设置一个委员会好来处理这一块。好，谢谢。好，请放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研院的预算其实20年来就飙五倍之多了，从94年的时候李远哲院长上任，那个时候就有30亿，一直飙升到2007年已经到104亿，到现在已经有154亿，即使是今年他也申请了141亿。那过去当然我们知道说因为有个10年的南港生医园区的计划，所以过去这3年来每一年南港生医园区计划都高达30亿左右，所以你如果从150亿扣30亿，今年中研院申请预算应该是在120亿的规模，可是它增加到141亿了。那原因当然有可能是像刚刚管碧玲管委员也有提到，还有今天陈廷飞委员提到，因为中研有南部的园区在做，可是南部园区现在只是在做土地的购买的部分，所以本席是觉得在这部分中研的预算应该要稍微做一点调整。好，请看下一张。我们看一下中研院在今年它光是在仪器设备费的编列就是5亿9000多万，在去年也有2015年度也有5亿2000多万，这指的是它的国家生技园区的仪器的采购哦。然后再看下一张，有很多的仪器在前一年都已经买了，今年又重复的购置，重复的规模呢高达到2亿8000万。好，请放下一张。那另外看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国家是财政困难的，科技部其实预算上面我们看到说不管是补助全国科技
的人员，从业人员，不管是大学啊，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每年的预算都是停止在20几亿。你看，从100年到104年，没有什么增加哎，没有什么增加哎。好，但是呢，你看中研院，他每年还要从科技部去挖钱，他已经有每年自己的预算150亿，可是他还要在去年他还拿了10亿。好，请放下一张。所以本席在这边给我们院长哈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的表格啦，意思就是说中研院的他们的这个研究人员平均每年的预算，他们研究人员1092个，研究经费去年是编29亿，今年编到32亿，好，增加了10%。可是呢，我们科技部的预算都没有再增加，今年只有220亿。而且在上个礼拜五本席质询的时候，又有提到，因为科技部也挪了一些钱去做亚洲矽谷，所以其实在基础预算、基础科学研究预算明显的会被压挤到。所以平均下来，台湾16700个好从事研究的人才人员，在大学、在研究机构，平均一个人，如果他们都拿到计划的话，只拿到132万。而中研院的研究员、研究人员，平均每个人的研究经费可以高达293万，这还不没有加上他们每年从科技部要的10亿哦。如果加上来的话，每年的平均一个研究员的钱高达到384万，更不要讲说中研院不是每一个研究员都在做啊，我们所谓的 wet lab， 也就是他需要操作的，是在做实验的，很多其实是在做文史的，啊，或者是经济的、政治的这个东西，他不需要很多的仪器耗材。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明显的可以看到说，在整个的科技预算的资源分配上面是有明显的标向中研院，而对全国其他从事科技研究的哦学者。尤其在大学的教授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状况。好，下一张。所以本席建议了中研院的预算至少应该减5亿，141亿今年应该编在136亿里面，这里面包括了它不应该从29亿再增加到32亿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预算，因为别人都在少，它还要增加。另外仪器设备它有些重复的是2亿8千，我们就算2亿好了，所以总共5亿，它应该要减下来。当然，我本席更希望说，将来总统府应该有一个机制，好，请这个科技部能够聘委员，能够来做常态性的审查。本席今天要很严肃来讲这个话题，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大学，台湾大学，它一年的预算160亿。中研院它有比台大好吗？在整个研究的产值，甚至不要讲说我培育了多少的学生的人才上面来讲，中研院比得过吗？大学这边我们常常讲说要做世界排名的比较，中研院每个不同的它的这个领域也是应该可以做整个研究的这个 ranking 它的一个比较啊，但是我们从来看不到。从来看不到中研院的这些研究单位他们有没有自我比较的一个机制，完全看不到。所以今天好，我们看下一张。好，放回前一张。所以本席另外也建议了，既然中研院的研究员他们已经可以平均拿的研究经费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3倍，是不是应该他们就不要再去科技部那边来申请个人型的或者大型的研究计划？如果一定要申请，至少应当做第二件，因为在科技部很明确的有规定，如果你要申请第二件计划，除非你审查的得分是在 top 5% 才可以拿到计划。那中研院既然已经每个研究员拿那么多钱，是不是他来科技部申请，他至少要在 top 5% 他才能够申请到计划？所以就是他必须当做是第二件申请案来做调整。那当然很重要的是，科技部的大型研究计划应该不要再让中研院的来担任计划主持人，他们可以做共同主持人，但是不要做不要做计划主持人，不要再来科技部这边挖钱这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部长，你支持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吗？杨部长，我们现在内部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好，谢谢。好，请看下一张。好，那我最后我要讲一下顶尖大学的预算
哦，因为本席在上礼拜也有谈到这个东西哈，但是本席现在其实是很忧心的，就是说科技教育部说要用一年的时间来检讨过去五年500亿的成效，可是光是你今年编了60亿，那是谁来使用？是不是还是过去的那些顶尖大学？那对于汲汲营营在经营，然后希望来申请的其他的大专院校，其实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因为他们顶尖大学他们已经做了五年了，你不去想说哪些其实是应该要结束，那在过最明年的计划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征审审查的机制，不好的还是应该叫他们不要再继续做啊。所以不管你未来是不是还会有五年的顶尖计划，至少明年的预算一定要经过一个计划的审查，而且应该要call新型的计划进来，不要还只是延续型过去那五年500亿的一个计划。好，这是本席的一个要求了，请放下一张。一样的哈，教卓计划，其实顶尖大学计划就有12所大学可以获得，就已经占了60亿，但是对于其他140所的大专院校来讲，他们只能够申请的是教卓的计划，但是本席发现15年度的教卓计划也变少了。从原来的24亿也只剩下22亿7000万，所以这个部分反而应该要增加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部长在这边，教卓计划的预算为什么不增反减？那这个不是让很多的大学没有办法继续做教学卓越的情况吗？是，我跟陈委员报告哈，刚刚委员也特别提到，有3项在跟高教有关的这个计划。那因为也确实在520之前，本来教育部有提出的，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哈，请我们部长，所以我们用一年时间，我知道你一年要做检讨，但是你不能一年的检讨就是还让原来延续型的计划拿到啊，你总是必须要做一些经费上好，要做一些调整。是请放最后一张。所以台湾的这大学何去何从？所以本席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于这个卓越的大学的计划经费，本席是建议应该是要。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预算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预算报告之质询，请徐委员永明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徐委员好。院长好哈，院长，这个是今天哈早上的两家民调了哈，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哈。好消息，这是台湾世代智库所做的民调哈，这个题目是问说，有人主张行政院长林权应该下台进行全面内阁改组哈，请问你赞不赞成哈？不赞成是56.2%，所以我想院长，我想一般民众还是认为你才刚上台。今天我们拿到这本预算报告才是你的预算，好，之前的是旧政府的，好，所以认为你应该下台不到30%，好，29.6%。可是另外一个民调，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好，新政府上台4个月，整体来讲，您觉得行政院长林权所领导的新执政团队是不是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团队？好，我想这边除了院长，我们的那个团队都在哈。认为不是的是40.9%，认为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是34.6%。院长，这是坏消息。就说，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其实台湾民众其实蛮了解我们目前政治遇到的状况，就觉得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当然，有些政党或政团会觉得说啊，你应该下台。大家觉得没有，你还需要时间，你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甚至你所领导的团队是不是要所谓内阁全面改组？我想大部分民众觉得不需要。可是呢，也有40%认为你不一定有能力解决问题。好，院长，我觉得这是民众对台湾政治的理解，是说你不应该负责。可是未来，台湾所面对的这困境，你跟你的团队有没有能力解决？大家又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院长，这个很对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很痛苦。虽然这是不同单位做的，我觉得他们切入的角度是不一样。从民调角度，虽然不一定应该把它列在一起来看，可是它至少呈现了民众的一个心情。院长，看到这个民调，你有没有什么反应？谢谢徐委员，您这个指教。我想第一个，就政府就是本来就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以赴。那么至于说是社会各界对内阁还有期待，那无非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们也可以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困难啊，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很多都是积弊已久，或者问题存在已经有段时间。但是呢，我们会来努力，而且我们相信呢，未来我们会这个能够把这些问题呢，能够分阶段，能够逐步来解决。院长，这个哈跟现在民主政治有一点相关，就是说这个气氛是民众期待很高，然后看到问题也希望执政团队、行政团队能很快去解决它，所以才会有能力的担心。可是又觉得罪不至死哦，还不应该把你换下来，还应该看好。我想上午的时候，我们黄国昌委员的态度也是这样，觉得应该再给你时间。好，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好，就说其实有很多事情你是有空间去做，跟你的团队哈。这是早上大家有问到关于这个长照2.0这个裁员的问题哈，你那时候有提到说你要推动修法，将烟税提高20块，烟捐调高5块钱。你认为25块其实跟这个世界潮流没有离太远。好，院长，我觉得有趣的是哈，你知道一个月前，你的国建署的署长说是烟捐调20块，烟税调5块钱。院长，我可以问，捐跟税差别在哪里？好，为什么不能纯粹用税来解决？好，因为捐，而且捐的问题就是之前国建署为什么这样想？他可能有小金库的问题，因为过去的烟捐的使用其实引起很多质疑。好，捐税不能合一吗？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跟学员特别说明一下，捐和税的基本的特征在于，捐它本身一定是有一个指定用途，在某个地方啊，那么它就会被那个东西框住啊，所以也被批评叫小金库，原因在这里。当然，捐的好处也就保障那个支出用途的保，那个它的费用。可是院长，你如果去看过去烟捐的用途啊，很多是补助个人活动、社团的活动，那最多用来做什么？全民健保纾困基金啊，所以很多人讲说，这根本是作为国建署的小金库。所以我想也是社会观感太差，所以一个月之后变成税20，捐5块。我就说捐这个东西，我想我们这边有部长在这里，捐真的适合在台湾这个现代社会继续走下去吗？我们确实，就我刚刚讲，就其实用税也可以指定用途啦，所以税可以取代捐的这个做法也是可以的。对，我就说院长，我之所以讲这个事情是说，其实这是蛮小的，也不是说小事，可是它是一个你能做就让人民觉得有改变的事。的，当然很多人会更质疑，就说那到底烟捐烟税跟我们的长照关系是什么？我们调高税调高捐不是希望遏止吗？以价质量吗？对不对？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少人去使用，可是我们又把它作为我们长照 2.0 的裁员，这个稳健吗？这个可靠吗？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世界各国大概对于烟多常都会采取比较高的税或捐哦，那做法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大家能够，对，很少把它作为跟另外一个好重要的用途，好，而且还是长期未来。可能长期，而且这预算一定会是持续增加的。我是说长照这一块。当然就长照来看，目前如果因为烟税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嘛，如果把它提高的话呢，那么确实是可以取得一部分收入。那么作为长照裁员，当然不见得是足够，但对于目前长照一开始起步来说，确实是有帮助的。对，院长，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些去改变，其实它并没有结构性上的困难，其实都可以展现你这个内阁能力。下一页，最近。其实在退辅会我们也看到退辅会的主委宣布，退役军职人员如果转任退辅会投资事业的高阶经理人，停退休俸跟 18% 的优存，甚至有7名军职退役人员都已经签署了。这是退辅会的作为了，我想应该给主委一个鼓励。可是我们在问的说，那请问主委上来，那请问若退职人员他转任退辅会的长官，那他的18%跟他的退休俸也停吗？好，退俸是停的。那18%的这个优惠存款呢？因为根据现在目前的法律条款来讲，目前还没办法去停。院长，好，这个就是我要问的哈。这个是104年哈的一个表，各位可以看到哈，这个主委说已经停，好，你可以看到你会里面还是有163人在领退休金，月退，916人在领18%优存的利率。更有趣的是，这是立法院预算中心去问的，有266个人拒绝回答资料。不只是你这边，国防部这边121人还在领月退，也就是说他本来军职退下来，现在改文职，在国防部里面工作，他还是在领月退，除了他薪水之外。他的18%也在，法务部也有，18%竟然也有高达431人。院长，下一页。院长，我这边要问的是说，你如果从104年的资料来看，其实领月退的人相较101年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转公职以后，他其实还有月退的。18%呢，从2359人101年到现在3606人，两个合起来。领了快大概6亿以上，其实这里面还不包含975个人不愿意提供资料的。院长，转公职退军职退休转公职，除了公职的钱之外，继续有18%，继续有领月退，我觉得这个改革是可以做的。如果退辅会可以让他的转投资单位的高阶经理人主动去签。我想退辅会本身也可以要求，否则这些去当这些你转投资公司的高阶经理人，他觉得他是傻瓜，对不对？如果在国防部里面，在法务部里面，在其他政府单位，他们还继续领双薪呢？这个钱虽然只有6亿多，我相信比这更多，
可是其实立法院在1999年7月在通过公务人员退休法，其实有个附带决议，就希望在6个月内啊，希望人事行政局、国防部、教育部、主计处比照这个退休公务人员退休法，6个月内严拟相关的法制，明定军公教人员退休转任公职或担任政府捐助、成立财团法人之政府代表或政府转投资事业代表，应该放弃月退以及18%。院长，这个可不可以作为未来推动的方向？谢谢薛委员指教，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推动，而且我们会请这个相关的部会一起来。院长，我一说哦，这个它可能占你总预算金额，相较于整个18%的这几百亿，比例并不高。可是它给社会的观感是，大家都认为有问题，所以退辅会也做这个改革嘛，希望它的转投资事业高阶技能放弃嘛。可是那都还是自愿放弃啊，好，这是自愿嘛，其实并没有一个法制。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行政院可以去做的。你做这些动作，其实让人民觉得说，真的应该再给你机会，真的你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相关，最近大家也在讨论，我们退休人员不只有年终慰问金啊，我们退休人员也有教育补助，子女的教育补助。院长，这次资料你可以看到，退辅会里面是比较多。我们当然知道，军人退休可能年龄比较早，好，所以他有很多子女，其实都还。可是其实你看教育部、内政部、其他单位合起来，一年也有10亿多、6万多人请领这个退休人员的子女教育补助。院长，我相信很多委员在讲这个事哈，军公教的这个补助是3.58万，好，退休中低收入户的补助只有3万，而你知道中低收入户多少钱吗？那个标准，如果以台北市算是最高的，21000多，这个没有法源，它跟年终慰问金一样。院长，这可以改吗？跟学员特别说明啊，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做研究啊。那么当然就是说，这里面确实是军公教退休人员里面呢，是以军人为大宗啊。目前还在有请领的这个主要是军人为主。那么当然就是陈林所说的，因为他像校级军官他们退伍，他们这个退休啊，那么因为他退休他是升不上去，也不是他自愿非退休不可的。那么他的状况我们也要特别考量，但我们想，所以这里面呢可能是要考量一个排付条款的啊，因为毕竟教育这个事情还是对政府来看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院长，可是你看前一个表哈，就回到前面哈，教育部也有啊，内政部也有啊，我不相信这些都是军职转的，金额比较少，就是我们都是军职的。我们希望就是说，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排付条款。院长，我理解哈，我们都希望能排付，好，问题就是在这里。那排付的标准多少？是的，25000块，好，算付吗？第二个啊，你如果相较于这些中低收入户21000，好，这个标准怎么对？好，我就说，当这些东西社会都觉得啊，这没有蓝绿的问题，社会都觉得说啊，都已经退休了，甚至我在退辅会质询的时候也问，很多高阶经理人他也符合这资格啊，可是他的月薪可能都10几万以上。如果他的子女再拿教育补助，这个社会是没办法接受，那个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会来处理这个部分。那当然，上午也质询过，其实这些都没有法源依据，这些东西都只是一纸行政命令，这些都是院长，在你的职权内，不论你去推动修法，或是你做一个重要的宣示，这个社会都觉得说，这个政府有动起来。我一直要回到谈那个民调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应该给你机会，大家也觉得说，我想林权院长的确是应该是有能力的。可是过去几个月的施政遇到这些问题的反应，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明快。好，院长是不是可以更清楚的？我想请是我想跟委员报告，委员的指教，我想是非常好。事实上，我们根据院长的指示，事实上内部也真的正在检讨这个退休。军公教这边的教育子女补助费这个部分的一些议题，那一部分比较多的确实是军职，我觉得军教这部分不只是福利的问题啊，前面双薪的问题，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问这一个。其实这个很简单，三个省级单位一年近3亿，也叫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福建省院长预算跟去年差不了多少，甚至还增加。
这个部分哦，因为它还是宪法的一个部分嘛，所以我们是尽量让它的人员能够做好的利用，而且不再增加员额。不，院长，比如说这个福建省政府，好，105年编399万，你今年编到1600多万去啊！我当然知道他人少，80人、43人、23人，可是不能合署办公吗？真的要花钱去修这些官舍吗？不会，不，院长，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哦，这都很简单。人数也不多，可是你去做了，民众又觉得说啊，过去我们所困扰的这个所谓省级单位，这些所谓，我觉得都。谢谢徐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郑委员保清执行询答时间。15分钟。主席，我请院长跟财政部长。请您院长、许部长。郑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哈。刚刚啊，李永明李委员提出那个报告啊，你要很确信，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有毕竟有56%的人希望你继续留任，只有29%的人不希望你留任。而且啊，我看到啊，他对改革认为说你有没有能力啊，现在认为你还没有能力的人是多数，就是比相较下嘛，就是40%，那认为你有能力解决问题是35%，所以差距不大。我想啊，这个七人之病没有办法求三人之爱，那么七人之病最少要找七人之爱才有办法治疗，对不对？所以啊，我院长啊，你看到那报告要高兴，要做什么？要往前走，该改革的地方要改革，因为毕竟时间太短，改革成效还没出来嘛。当成效出来之后，百姓就知道你在做事情。所以我想啊，院长看到那个报告啊，看到那民调，要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警惕，往前冲。好，谢谢，我们一定会来努力。好，我现在跟大家讲，我一直提到政府有五个改革方向了哈。那么今天还是要跟讲开眼的问题。那么我先问财政部长，这个你说啊，这个我们烟监跟烟税啊增加之后，大概可以增加多少的收入来挹注这个我们长照的财源？大概280几亿。281亿，那是你叫今麦受理省的啦。啊？那个就是你的算法有问题啦。你要增加这个税收税监，我们是支持的啦，但是你的算法是大有问题的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大概销掉了16.5亿包，但是我们看到啊，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涨了10块钱，结果我们烟的销售量啊，从22.2亿包甚至要19亿包，换句话说，就少掉多少？少掉了14.4%。如果同样道理，如果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涨到25块，根据这种降幅的这个估计啊，我们可能从16.5亿标减少了5.96亿，换句话是就剩下10亿.59亿包，这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但是你通通不算这个，就是我这个25块钱乘以现在卖多少包，所以就可以赚了280亿进来，这是估计是有问题的啦。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算下来，大概只有可以增加602亿，606亿在调账之前是526亿，所以只有增加76亿元。保定，你怎这代志啊？我想这一部分呢，牵涉到价格弹性问题。那这一部分，卫福部还有财政部都委托专家学者来估计一下，那价格弹性的。对了，我是说你的估计要正确嘛？是。如果不正确，就会扩大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收的问题嘛？是。来，我现在说，我们现在第一次啊，首次要调整税监、烟监跟烟税同时调整是第一次。那么这第一次里面呢，我想很重要就是加强跟民众沟通，还有我们各部会要协调好。不要东一个西一个，又造成了人家认为说我们又不意见不一致，所以希望啊能够做好协调。更重要就是哦，我们要跟百姓啊要充分的沟通，那避免过分的乐观，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预算啊做清楚的这个编列。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知道所得税的部分啊，我们知道可以看到啊，所得税大概我们是全世界大概是最高的，
前十岁最高，就是个人的所得税，前十岁最高。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税率是45%，香港就15%，新加坡就20%，所以造成很多有钱人把太太移民做什么，把这个所得税挂在太太身上，就不要缴税了。所以现在一个移民潮，当然前一阵子我们打房的结果，很多钱就移到外国去，包含马来西亚、包含印尼、包含泰国，甚至日本，就 把钱移出去。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税率这么高的结果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比例，就是我们的税收集中在什么所得税上面，56%，这是在去年的总统计哈，56%。那么增了8173亿，我们可以看看比例哈，看看比例。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我们有在减少，剩下51%，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全世界最高。院长，林院长，这个是不是要做调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统计数字啊，如果说是我们国家所得税税收真的是诚如您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去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所在。不过我知道美国所得税比重也蛮高的，对，他们的是47.2%才对，47.2%，所以我们还是比他高。我们现在是56%，不是51%，51%是上半年的统计。美国的联邦如果是去年签的统计是56%，我们比美国还高高趴嘞。美国的联邦政府的税收里面，我记得总所得税占90%以上，所以你这个数字是指，应该是指中央到是联邦到地方都加总。加起来加总，所以没有关系了。我想院长，这个就我们需要去充分去检讨。如果我们全世界综合所得税是最高的，就会逼死这些有钱人想办法去移民，造成了我们税收不但不能够增加，反而是减少的。哦，一定有，所以拜托回去以后，我们相信能够。我们可以来检讨我们的这个整个税收结构，好不好？好，接着我来跟你探讨一下我们国营事业的考绩啊，哈，考绩。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我请问院长一下，你认为国营事业经营绩效现在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我认为国营事业的一般来说经营绩效跟民间来比，可能还是被认为是不是那么不好的了哈，比较起来还是差一点的哈，这我们要承认哦。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不好，但是反而是合挖最高4.4个月奖金的越来越多，从19家，从合19家的其中的13家，后来19家变15家，21家变18家，变成85.7%都是拿到最高奖金。院长，我要跟你探讨，就是说这个合理吗？如果人人有奖，当然是不合理了。对，而且更严重是都是用轮的。考绩甲乙丙等用轮的，甲乙丙丁我们是分成4等份，然后我们看到101年到104年，我们可以看到国营事业的考绩表，我们看嘛，这个整个考成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甲等的有76个，就是76次了，来乙等的有3次，但是我们还有丙等跟丁等通通是0次。院长，这个标题，我们整个考绩制度是有问题的，通通是甲等嘛，通通领最高的奖金嘛，结果这种情形造成齐头式的平等，花4.4个月，我并不认为说是多了，但是很重要，什么概念？就是好的可以给他花8个月，不好的话给他花1个月，这样才能够真正激励我们国营事业往前走、往前冲嘛，部长。只要这个绩效多2%，一年就多450亿。长照为什么会没有钱？况且这些国营事业有很多保留盈余，院长你知道不知道？对，如果说是有企业有赚钱的规定，当然是会提列保留盈余。对，所以我希望说，第一个要求他这个考绩要改变。要授权给那个董事长，你告诉你每年要跟我增加多少绩效，如果增加不到就换人，增加到你就不要给他4.4，给他8.4、9.4，我们都支持。好，谢谢郑委员指教，我想您讲的这个很有道理了啊，我们会来检讨国营事业的这个未来的奖，就是他的这个平等奖金等等的这个做法，好不好？整个对，尤其是这个哦，这个国营事业你就要给他潜力嘛。你要叫他去领导一家公司，画了很多框框架架给他，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事，所以这个奖金的部分应该开放给他。我就跟你讲，总共奖金多少，你要怎么发就授权给你，但是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把绩效拿过来。是的，院长，你同意不同意这样做？
同意，我觉得我们也许应该要把它按照百分比了，就是多少百分比是甲，多少百分比乙这样，或者不见得要甲乙甲，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丙和丁都先天认为主就认为不好了，就是把它分成几级了，那么应该有不同的比例，就把它限制住。如果相好虽然是很好，但相对别人不够好的话，他仍然是在后段班的，要有这个概念去来看，我们怎么样去激励他们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绩效表现，好不好？尤其啊，各单位如果用甲乙等、甲乙丙等用轮的话，院长你应该下个令，说只要是用轮的话，董事长跟总经理都要下台，表示你没有认真在领导这个团队，没有认真在管理这个公司嘛，对不对？对。院长，你会不会下令？我们会把您刚刚讲的那个部分一并把整个的这个制度啊，不管是国营事业之间的或者国营事业内部的这个考评，我们会请经济部的话，我们就请他们国营事业委员会来做。那其他部会的话，我们请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公股的管理机构啊，来把这个部分统一起来做好。院长现在讲的也不是只有国营事业，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单位一样，考绩都是用轮的。政府部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跟来跟，因为这个可能跟考试院有关了，是，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如果说是需要的话，我们一起来改革。如果我们就是要彻底改变做改革，所以院长，我现在最后问你一件事情：如果说你的长照裁员在减少，你会不会坚持一定要做下去？长照啊？长照对。当然要做下去啊，长照一定要做下去，对不对？对对对。那其他裁员不够，政府行政单位来想办法，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如果裁员不够啊，一定会这样做，对不对？就像健保一样，裁员不够的话，就要想办法找裁员了。放心，你认真找，一定很多。我们国家最悲哀的就是我们公司业的效率不彰。我说你只要 cost down 2%，一年就有450亿。450亿，我问过所有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执行长，问过他们，私底下问他们，他说 cost down 2%是太容易的事情。我在台湾的时候，一个月 cost down 3%，一年 cost down 36%，我们20几个单位，没有人做不到。我同意，我同意，好不好？来，最后一个请教你一下，我们行动宽敏是不是要招标了，对不对？这个院长知道吗？我不是完全。我们的频谱要标售，知道不知道？啊？频谱要标售。我们看到你的预算编了150亿，知道这事情吗？这部分是不是请通传会来说明好吗？好，诸位，是不是编了150亿？对，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那个3G 的业务，预计要那个即将要终止嘛，那所以我们4G 会有一个第三波的这个试照。那目前为止是编列在明年的税入编了150亿。对，那150亿你会不会认为太少了？你弄条边啾啾啊，以后就标很多，你就绩效在你身上，这不对的啦。没有，这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台湾的这个行动的业务跟宽频哦，大概从1991年3G 第一次试照，然后之后102年、104年陆续有这个4G 的这个试照。那这一次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它是针对委托这个调查单位的报告，然后同时因应这个用megahertz 每个人的这个计算，然后用2300万的人口。那当然这个部分也牵涉到说之前第一次3G 试照的时候，那个标金当然是比较高，可是之后又有4G 业务102年、104年，那同时 3G 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其实它在应用上面比这个 4G 的这个频段又比较多，所以事实上它这边其实我们最后还是会依照业者，他会依照他自己的营运计划跟他的诸位啊，是这个你所有编的预算都太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历史，你看91年的时候你们编了336亿，就标了488亿，多了45%。那第102年是更离谱，我们就编359亿，就标了多少？1186亿，增加了230%。那我们看104年的时候，你们只有编144亿，标下来标了279.25亿，换句话说，也增加了94%。你别干嘛？你编爆也太保守了吗？预算不是讲你阿强编很少，然后就讲说我达到目标，不是这样的啦。跟委員，因为这样院长很多裁员本来是要来做长照，就是不知道你有这一条很有钱。没有，这个其实都有编进去。我再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这里面其实150亿它是有一个计算的基础。那当然之后会因应业者他针对他的营运计划、他市场的需求，还有他自己的竞价策略。当然如果说能够往上去拉高这个金额，当然是很好了。那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全部都是
我们的预估值都少得太少，不是只有少一点点呢？你要看，一百公顷你359亿，就飙到1186亿，所以你现在今年就变150亿，你不会感到说变太少了吗？我想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个基础啦。那当然，这个部分就看说到时候不是最低标呢？当然往上拍啊，最低标呢？它其实是可以往上拍的。对啊，往上排啊，你认为应该排到多少？至少你组委会有一个预计，说大概会标多少，有没有？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现在为止，因为事实上还等那个交通部把这个频谱的这个一览表这个要公告嘛，哈。那整个公布了之后，我们会再看，就是说他要拍的那个频段，然后之后再依照这个委托专业的团队在做这个评估。我想 minima 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哈。那但是事实市场的机制其实还是要应该会再增加，对不对？我们到时候看这个一览表，然后到时候应该会增加多少考量。嗯，这个可能还是等我们，应该。所以你现在变150，以后就至少300亿以上，所以一定啊，这个可以把握也好用啊。所以院长，我想说很重要，做到今天为止啊，我看到社会说不应该换你是多数嘛，是绝对多数，对不对？所以院长你要有信心往前走，我们的改革一步一步一定会成功，好不好？会很有信心。好，谢谢郑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会委员洪泰执行询答时间为15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帮我请一下林院长。请林院长。费委员好。院长好，请教您哪一年到政大去教书的？应该是1989年，不，要看兼任还专任了。我现在那边兼任，后来去专任。专任好。专任应该是1989年。八九年。如果没记错，这个详细时间八九年在前后了。民国78年啊，78年哈，一直到你84年到市政府啊去当财政局长啊，至少专任了5-6年吧，对不对？应该是对，差不多6年左右。请问那5-6年的时候啊，每年9月28号，你放了什么假？我当。在政大，我几乎连你那时候，你在政大专任，我兼任我们不讲了哈。专任的时候啊，你都放什么假？专任的时候，9月28号，我不记得有什么假。应该奇怪，这位啊，我还没有找他，他就跑上来了。自己，我们了不起的劳工，这个劳动部的部长啊，自己心虚了哈。今天我根本也不打算问这个问题。9/28。居然我们了不起的劳动部长说他不是教师节，我们差不多同时啊回到台湾教书。我知道我放的假9/28都是放的教师节，我一直到现在我的学生每年在这个前后都会啊寄个卡片啊，或者祝老师节啊，祝老师啊教师节快乐。居然啊，真的我发现我们的价值观被扭曲了啊。院长，我今天看晚报啊，我刚才今天下午回来看9/28非教师节画了个问号，我就仔细看里面，哦，其实我们卢委员啊，今天早上在问相关的题目，劳动部长了不起，赶快说，哦，那是孔子诞辰，孔子诞辰难道不是教师节吗？报委早上好像我不要你回答，我对没有水准的人，我不太想跟他讲话。院长。你以前在专任的时候，9/28是放了什么假？教师节曾经是对9/28，以前曾经是教师节放过假，但后来是有一段时间就这个被再看一则，今天连晚的3版，为什么你青绿的民调做了一个说蔡总统的声望是雪崩式的下跌？这个就做一个好例子，做错了
承认错，不要在那边掰。你今天啊，如果说有老所有全国的老师看到我们了不起的劳动部长说九二八不是教师节，我跟你讲，全部的老师都会在那边笑，都是瞧不起你们，好吧？部长，那个没有问题哈。院长，我再请教一下哈，谈点预算啊。你有没有自然人凭证？有对不起，应该是我，因为报税都是我太太在报啊，我不清楚，但是应该他有申请自然人凭证，是他的还是我的，我搞不清楚。请教一下，自然人凭证的功能是什么？自然人凭证啊，它主要是身份认定啊，身份认定它可以进，就是透过网络来申报嘛，所得税。申报什么东西？所得税呀、啊。所得税。哎，如果说你的观念，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哈，公务人员。也许拿这个像我们拿来要申报我们的财产，举例我们苏院长你我们政务官要拿来申报财产，但是少部分的人，少怎么样，绝大部分的人是拿来申报所得税。对，平常讲我在财政委员会啊待了12年，我大力在推动用网络申报。嗯，院长你知不知道我在去年啊，就上一届最后一个会期，我做了一件事，我用健保卡可以比照自然人凭证的功能去报，去申报你的所得税的，查询你的资料。是的，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啊，不是在告诉你我做了这件事，而是说啊，你们内政部啊，居然在109、106年到109年、还有一个计划是3.14亿。要去推动自然人凭证。如果一般社会上的人认为我自然人凭证的目的是要报所得税的，做资料的查询，很显然你们内政部的人就不用功，因为我去推动这个就好了。如果说你公务人员，我们要去做你的资料，做你的财产申报，请问你们哪一年要打算要发行新的身份证呢、啊？新的身份证我对不起，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要可能要内政部来。内政部的代表可以不告诉我，你们预计什么时候要发行新的身份证？身份证是每隔多少年要发行一次？报告委员，目前还在评估当中。过去的说法是每10年要发一次，但是因为上一次的换发是历经了16年才换发，那最近距离上次换发是10年，所以我们正在评估。我没有在追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记得前一阵媒体就报道这个事嘛，哈、哦，要换，好像108年还是 whatever 是哪一年？如果说我又要换发新的身份证，新的身份证我的 IC 卡一可以把我们公务人员那个功能把它纳入嘛？那我现在申报综所税做资料查询，又有健保卡，我就不知道你要花这个3.14亿。如果说从我们行政部门常常在讲，挂在嘴巴上讲，就是我们零基预算的精神，我就不知道零基预算的精神在我要问的这个题目里面，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态度跟看法跟学问到底是在什么。院长，你知不知道我想要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您大意思认为说既然财政部这边已经有个自然人凭证的做法啊，那内政部是不是没有必要去做叠床架屋事情呢？我跟你讲啊，以前啊，你们每年都编这个预算，前几年度都没有这个高，这一年度编得那么高，而且一般人认为自然人凭证主要的功能在做综所税资料，你所得的资料查询，现在财政部已经做到了。你们还去编这个预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超以前的呢，还是根本就不用功，还是你们觉得我们国家的预算太多了？这样好不好？那个谢谢费员你的指教，我想我们去，我请去内政部、就他的这个目前自然人凭证的那个计划啊，看看是不是扩充既有的功能，还是说是重叠？如果重叠的话，那当然没有必要去做。他跟财政部那个计划对齐一下、好不好？我之所以会来问你啊，当然我都做了功课了。真的，我发现啊，真的你们是觉得哈，每个部会啊，当你们在编概算的时候，我真的是要麻烦一下我们主计处啊，你们也要用点功。
去盯一下。有的预算我是觉得太少了，应该多编一点。有的预算呢不该用的哈，我觉得多一块钱都是一种浪费，是不是院长？当然当然，不过这个还是要了解一下他做的自然人凭证到底跟财政部有没有差异。哎，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您是花市长哈？对对对，花市长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问的这个3.14亿也不算少，你不如果300多万，也许你说哎，这个预算我忘了，我不知道到底细目是什么。3.14亿也不算一个小钱，请问你们编的预算要干什么？鲍委员，我确实不是很充分掌握。不是很充分。换句话说，你们内部，我不知道内政部或者是行政署秘书有谁来可以来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只有300多万、30多万，我问都不会问。3亿多，你现场的人总有一个人跟我说一个道理吧？好，这样好了，那个委员，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看原来计划人，如果他不在现场，可能没办法回复你。但是我们在这边询答你们预算的编列，不会先把题目给你嘛？当然就是考试喽。如果我考试这个题目是300多万、3000多万，我问你，我就觉得有一点无聊。3亿多也不是个小钱，当然对你们而言也不是个大钱。不会啦，我们每一个计划，但是3亿多，如果说你内政部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主计处也想不出道理出来，我就觉得，哎，我刚才讲的有错吗？我刚才至少，哎，院长，我讲的逻辑你没有听懂啊？这个部分啊，我看预算书上这样写的了，它是一个4年的计划了啊。是，我刚才想一开始106年到109年4年的计划，今年哎定了以后你就不会改了。对，当然它是要新增。而且我刚才讲说，你非常可能108年就要换身份证了。是，这样子啊，它是要一个强化这个自然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嘛啊？那是不是我请那个内政部啊，在因为明天不知道会不会有台风假，但后天好不好，一定会跟你说明。这个哈，我是觉得预算呢，我常常问历任的主计长啊，我说你们邻居预算是怎么做的？讲了很多理由，我跟你讲啊，真正能做到邻居预算，你要用功啊，很少。你也做过行政院的主计长。是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做过哪几个是邻居预算？所以邻居预算基本上说就是院长讲今年编的好，你告诉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像我们那个人事部分，我们会有要求他先统10%，重新再来检讨。那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要先归零的意思了。我们不要讲了，这个题目其实我问过你们主计长，我们朱主计长在财委会我也问过，就他题目他都知道，我相信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告诉你这种题目。我每次常常喜欢考考你们的事，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每天不要只挂在嘴巴上讲，哎呀，节省啊，邻居预算。我就是举这个例子了，就举这个例子，好吗？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在计划排列优先顺序上，还有没有优先顺序的问题。刚才今天有很多的同仁都问了长照裁员的问题，哈。是的，请问一下哈，我记得了哈，我记得。我不管在以前教书的时候，在当议员的时候，还有我当立委的时候，我常常会请教，因为你是财政这里面的专业的翘楚嘛，我常常请教你很多的问题。我在问你这个问题里面，我常常讲说，有没有拿一个税目啊，做专款专用的？你认为啊，你回想一下，我以前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啊？哪一个税目是用拿来做专款专用的？第二个题目就是，你觉得专款专用的这样子的财政的收跟支的架构好还是不好？第一个就是就国内来看啊，我现在国外是有这个例子了啊，国内是目前应该这个烟税如果这样来做的话，应该是第一个例子。No， 我们专款专用啊，有燃料专款专用有两个预算，这两一个预算跟你我都有关系。第一个哈。你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当时金融营业税啊，到民国99年就落日条款，2% 就不要了。是的，是的。可是我坚持。是的。我坚持那2% 要保留作为我的偿债的相关的基金。是的。这个是在你任内。对对对。我的提案做的决议，现在对，所以才对我们现保险公司现在在把它收购，我们才有这个裁员呢。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同意这样做，只是当时
我跟你商量的结果是，那两个%如果不来做来专款专用，那个钱我们可能也进不了国库。是的，那时候谢谢你。可是专款专用啊，基本上是不好的，应该是统收统支嘛。而且我也找过你一篇文章，在2000年你写的，你那时候当行政院主地长，在财经与科技，当然你是讨论地方税了，地方上的补助，2000年写的文章，这一篇我不记得了。对，不，当然教书的人我们都写过很多文章，你也不记得哪一篇，我大概跟你讲了。虽然你在讨论地方税啊，但是你希望啊，你觉得了哈，应该是用一般的补助款，就换句话说，统支统收了哈，不要拿来专款专用。你是讲地方，在支出，在中央也是如此啊。你这个长照哈，长照你现在用约，我先跟我们林部长啊来报告一下，捐我不同意哦，我们应该用税啊，捐都变成你们的小金库，随便拿来用。我讲的第二个专款专用，你把当时我同意捐，也是我在你当部长的时候，把那个捐拿了60%作为健保的补助，否则你们的小金库，我当时你回想一下，我找到50亿 idle 在那边的现金在放利息，我是觉得捐呢、啊、不好，但是用税啊，你用税编在长照里面，我部长可不可以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是鼓励大家抽烟呢，还是不鼓励大家抽烟？嗯，不鼓励大家抽烟。那不鼓励抽烟，你把这个税啊，烟税加高了以后，那抽烟的人少了。是的。税少了，你长照，你长照办得下去吗？税还是会增加，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有看别的国家的做法了。所以我刚才问你啊，你希望大家抽烟呢，还是不抽烟？你希望大家不抽烟，所以他那个烟捐呢、啊，就拿来去做推广，希望大家不要抽烟。对不对？像大家说了不要抽烟，你抽烟人少了，你税会增加吗？从逻辑上来讲，所以我是觉得你真的要做好长照，用这个科目做专款专用，我觉得要好好思考。好，谢谢会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罗委员质证质询，询答时间15分钟。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院长？请林院长。罗委员好。委员好，我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个啊，你心情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哈、啊，后面还没有，我们不知道哈、啊。院长，你前面在答询徐委员的时候，已经针对民调的部分了、啊，做了一个回应哈、啊。目前看起来，民众还是希望给你一个更多的时间，去展现你的政绩出来。你怎么解读？虽然有很多民调告诉我们，对你不满意度好像高于满意度，但是你自己怎么解读？民众认为你应该继续做下去，然后继续维持你现在施政上的一些大的方向。我想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啊，社会大众应该是对目前的内阁还是有期待，希望我们能够去解决问题嘛。那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来解决问题。没有错，民众对您还有你的团队仍然是有期待的。但是我除了这个解读之外，我还告诉你一个数字哈，这民调里面有特别显现出来的，新旧政府的表现。新旧政府的表现，认为民进党比较好的有 46%， 认为国民党比较好的 22.9%。 但是我们不是要比烂，表示说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民众不满意，但是基本上认为政党轮替之后总体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希望院长啊，不要气馁，要坚持下去，但是更重要，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是比烂。我们永远都会不满意现在表现，继续往前努力。人民对你有什么期待呢？
跟部长、跟院长报告一下，我觉得有几个期待。第一个是新力，第二个是储币。任何的政府上台之后，储币跟新力这两个是同时并进的。储币的部分，最近兆丰疑似洗钱案，或者是所谓的乐生的收购炒股案，院长可不可以再宣示一次，你的态度是什么？哦，有关这两个部分，只要是有涉及到不法的啊、哦，那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不会有上限，这个我已经一再说明了。那至于说各界的期待，就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能够办案。我想我们会，只要是这个程序正义能够符合的话，我们都一定要尽快来处理。所以不论是兆丰案，不论是乐生案，都是清查到底，而且是没有上限的。当然，不管到涉及到哪些官员，甚至可能包括现在仍然在位的官员，对不对？当然。所以彻查到底。好，接下来新力的部分，这是我今天主要跟你讨论的，两位部长请回哈，主要是要讨论新力的部分。院长，轻徭薄赋听过吧？知道。汉书提到，光知食物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一个最困难的时刻，如何减政、减税、减赋，让人民过得更舒服，甚至更重要的，你知道过去的所谓 trickle down economy， 透过减税创造更多的经济活力之后，然后能够创造更多的税收进来。院长，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到特别具体的减税的方案，院长你手头上有吗？目前我们并没有，是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现阶段财政状况也很不好嘛。但是可是就是因为不好，所以我们才希望与民休息啊。对，但是这个部分与民休息，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经济能够好的话，其实不只是税收啊，所有的那个制度也要一起来检讨。但是税负重也让经济的成长有困难啊。现在这税目前的税制啊，当然我们知道所得税是有一些有很多不同的批评和抱怨的啊。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我们可以要求院长部长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但不是又搞一个专案小组了，好好研究一下在未来的时间减税的可能性跟减税的范围，可不可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就各界对于目前我们这个租税制度有关的一些不合理的部分哦。现在很多来自于个人各个团体包括企业界，大家都有对这种减税的这种期待，部长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研究一下，了解一下这种可能性。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目前租税的比率算是比较低的，12.8%，但全世界各国的比较。但是现在大环境不一样啊。对，所以说目前呢，我们一个方案呢，大概行政院很快就提出去了，就有关于公债、公司债跟金融债券呢，证交税目前停征是到年底为止。我们希望继续停征10年，另外还针对，所以继续再征，对，继续停征，停征10年嘛，对，所以是算一个给民众稍微喘口气的机会啊。另外还有债券的有关 ETF 的部分啊，新增也是一样，能够停征10年，这是新增嘛哈，新增的部分。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希望部长院长这边好好再思考一下，在一些可能增加税收不多。可是对民众来讲，可以有强烈感受的一些小确幸，让我们享受一下吧，院长可以吧？好，研究一下，你是财税专家，一定有一些税收，我相信可以增加人民小确幸的。好，我们回来检讨这个相关的这个意见了，好不好 ？OK， 好，接下来开源的部分，院长，除了增加税收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开源的方式？目前开源不是只有征税哦，有很多开源的方式哦。院长，投资环境的改善，这当然最基本的啦，对不对？然后整个促进经济成长、减税啊等等的。但是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帮你找裁员在什么地方。你们自己的主计总处，在100年5年总预算案的总说明，去年8月的时候，提出来有所谓的17个基金，啊，这个所谓的非营业特种基金有闲置的情况。他们建议必须要做一些整并或者裁撤，这个进度如何？主席长，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有几个大概是像林业发展基金啊，这些都已经在充分的检讨，或者是能源的发展
基金呢、啊，或者是住宅基金他们的整并、啊、整并嘛、哦，有没有准备要裁撤的？对，裁撤的话，在各部会我们也是在，他们也都是在。这就是问题，审计部已经给你们点出来有问题了。多数啊被主计处点名的基金，目前都是你刚才讲的主管机关研议整并，但是没有具体的时程跟做法。院长，可不可以承诺一下，对这些基金的相关的整并跟裁撤，提出一个具体的时程跟做法出来，让我们知道到底政府可以省多少钱下来，可不可以？还是慢慢看，各部会自己检讨，那各部会一定拖的、啊。对，我相信这些基金的如果说是要把它整并啊，我们希望不要有一些，就是我们私利不到的问题啦。那这个前提下，我们愿意来积极来研究怎么样。因为有些部分裁并之后，钱回到政府的国库啊，对不对？当然。我再举个例子，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我们行政院是同意，它各年度的决算剩余超过预算的部分免于缴库，合不合理？之前哦，不是你的任内了，之前行政院同意，只要决算剩余超过预算的部分就免于缴库了。事实上，他已经累计了3亿多，哎，院长，可不可以检讨？这个部分我不清楚这个事情的原委啊，是不是可以请故宫的那个林院长来说明一下？院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你们现在累计的剩余已经3亿多了。是，我们目前的话努力检讨，那今年的话会把剩余的缴回去。所以院长，我帮你找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了，缴库的话至少多一点预算嘛，多一点钱嘛，好不好？所以我们很多的基金剩余的部分可以重新检讨一下，不要基金不断生，基金在那边也是闲置，让它一部分的回到国库，对我们多少是多多少少有帮助嘛。院长可以承诺解决哈，好不好 ？OK， 好，接下来节流才是重点。院长，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军中教的退俸制度的一个检讨。目前军公教退休金有一个所谓拜年预领的一个制度，不论是公务人员、教职员或者陆海空军军事官条例规定的军人的退俸，都是预领半年，一月跟七月预领前半年。上次在备询的时候提到利息的部分，我现在不讲利息，我是半年俸，一次领半年，到底合不合理的问题。因为每一年政府增加的利息大概10亿多元，而且每年一月跟七月一次领6个月咯，政府是举债发放，税收再回补，这个利息啊基本上是损失的。所以我还提出一些改善的节流做法，我希望院长在今天能够做出一个政策上的态度跟承诺。随便举个例子，军公教有半俸制度，院长您知道吧？我知道，就是他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者父母。可重点来了，公务人员、军人、教职员可以给付的对象都不一样，哎，公务人只有配偶，父母不能领，未成年子女不能领，军人配偶可以，未成年子女可以，父母可以，加上已成年但因残障无法谋生的子女，这是什么？条件给付对象不一样。然后限制的条件，配偶要这个、公务人员配偶要55岁，然后呢，而且婚姻关系在退休时已经存续2年才可以，但是军人跟教职员没有，军公教有差异，半俸制度有这个差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退休金的领取跟他的居留条件也不一样。老农今天国民年金，其他的一般民众都是每个月领一次，而且要有个条件哦，就是前3年每年至少要半年住在台湾才可以领国民年金。可是军公教除了刚才讲的每半年领一次之外，没有任何限制，只有一个例外，如果他居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话，只能改一次领取。看待差别在于了。我再举个例子，现在更有问题的，同时领取月退跟半退半俸，什么意思？公务人员里面现在有460个人，他自己在领月退休金，然后他同时要领配偶，已经过世的配偶领他的半退半俸的月退金，院长合理吗？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知不知道这个情况？知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不过我跟刘委员报告，您刚刚所提到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考试院目前的规定有关的啊。我知道，我说要修法，你态度上赞不赞成嘛？我们会跟考试院来协调。你政策上你赞不赞成？年金改革要合理公平啊。同意同意。你同意的嘛？啊，同意。
你现在才发现有469个退休的公务人员，他继续领他的配偶的半俸。院长，你觉得合理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做个案的了解了，但是我想原则上469个了，退休金呢、哦，应该是以维持他的这个生活的基本需求。不是，他自己都是公务员，他已经在领月退俸了呢。但他因为他太太他的配偶过世，他继续抵他另外一半的月退，应该要去检讨了，可以检讨。不合理吧？嗯，院长不合理吧？你帮我，我请要求给我一个资料，到底除了这469个公务员之外，教职人员有多少？他的配偶是让他领半俸的，军人有多少？更重要，有军教的，有军工的，有军军的，有公教的，到底有多少人领这样的情况？更重要，一年领了多少的半俸？行政院可以给我这个资料吧？是我们请、我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资料，我想这个会后的时候我好提供给我。哦，我们了解到底这些人领走了，他自己在领退休金了，而且月退了，还有多少再继续领他配偶的一半？他一年领了多少钱？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半俸有一些改革的方向，我们要思考一下。比方说，要不要取消半俸？这个制度到底合不合理？另外，考试院也主张他们有主张二分之一改三分之一，主委您知道吧？我知道啊。对，你同不同意？我想如果不取消的话，改三分之一，同不同意？ 对，我想他们是在往这个方向，应该是蛮好的方向。连考试院都比行政院更进步哎，对不对？对。另外，要不要吃几年年龄往后延？这也是年金改革要必须处理的问题，没错吧？对。至少减少政府的支出嘛。这年金委员会应该是会在往这个方向讨论。没有错哈。对。接下来。请你的聊天至少严格，至少要一致吧。是，光军公教就不一致啊。院长，你也是第一次知道吗？还是本来就知道？这个请你条件不一致。不一致。这个部分我不信您讲的是哪一类不一致。就军人跟工人工人不一样，工人跟这个教职员不一样。他不同的。他限制的条件不一样。公务员包，因为这个可能是定在不同的那个。对啊，也是公务员服务法嘛，对，也是教职员服务法嘛，对，一个是军事官的服役条例嘛，没错，不一样嘛。对。可是至少一个国家光军公教，连请你的对象都不同，公务员只有父母可以领，只有配偶可以领，父母不能领，教职员可以，教职员跟军人可以，未成年之一可以领，公务员他的子女未成年子女不能领。不是很奇怪吗？公务员包括我想这个议题应该都会在年金委员会里面呢，所以一并来处理，纳入这个议题来讨论。但是政府的态度要清楚。对，政府什么态度？很简单，公平正义的原则。同更重要，希望我们的税负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合理的税负的条件。好，所以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最后，改革真的要付出代价了，改革不可能讨好所有人。所以院长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互相勉励一下。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演艺人员，那个黑人天才老爹 Bill Cosby， 有人问他：“你这么成功，成功条件什么地方？”他说 ：“I don't know the key to success, but I do know the key to failure is trying to please everybody。”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成功关。好，谢谢罗委员，谢谢林院长。庄委员瑞雄之质询以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报告院会本日排定质询之委员，均已质询完毕。谢谢林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答询，现在休息。